承包一个快递的区域业务是否好做，取决于承包哪里的快递、什么快递、发货数量、成本以及人工问题等。下面告诉大家一些做好快递承包的技巧。一、选定区域，了解还有哪家快递还没有覆盖。二、商讨费用，一般县级的费用在3000元左右。三、看好这块区域的市场，把握自己的开发能力。四、承包一块区域需要投入房子、车子、电脑、电子秤等基础设施，还要雇佣几个业务员。五、承包区域设立后需要学习快递公司的一些基本规章制度，主要是站点的日常操作规范、仲裁知识以及与上一个网点进行财务结算。六、怎么管好业务、怎么管好财务客户等，这些需要时间的磨练。